这一轮我们要考验的是各位问话能力到底强不强。每轮游戏三位嘉宾带上写有词语的道具，嘉宾可依次对自己头顶上的词语按顺序进行提问，率先猜出头顶词语的嘉宾获胜。第一轮要参与的三位是腾哥、贾玲和杨迪。好，来上词儿啊。哦，把俺的发型都弄乱了。完蛋了，驴唇不对马嘴。从贾玲开始问吧，女士优先。我这是个男的女的？女性。女性。嗯，可以说是女性。太坏了。那我这个是人是物啊？这个可难住我俩了啊。这个我只能说不是个东西。似人非人吧，反正确实不是个东西。梧桐吗？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梧桐怎么惹他们了？咱俩描述的太精准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俩一下把中心思想都给你提炼完了。不是，我在想梧桐。在杨迪心目当中啊，你也知道了哈，我在想上面要么是我的名儿，要么是梧桐的名儿，才会引得两位如此的谩骂之声。给你换一个，你这猜得太快了。给杨迪换一个，给的那个提示太明显了，能形容他的词儿不多。我问是吧？你问一个。我这个是个80后吗？是1780、1880还是1980？你就告诉我他是什么鬼？哪个年代都有。我这是个人吗？是一个让大家非常尊敬的人。我妈呀！是《你好，李焕英》里的李焕英的扮演者吗？是，这么快呢？因为我说我妈，然后他们就鼓掌了。因为你这部电影票房好呀。现场的观众太善良了。行吧，那你算胜出了。你俩挑，咱俩单挑。他跟我的长相，他怎么样？他长得好看不？跟我相比，胜也是险胜。这好玩。他险胜我呀、啊？胜你很难吗？胜我很容易，险胜我的人范畴一下缩小了。我就不说别的，今天在场的就有很多险胜你的。没说你，马东老师没说，他们没说。哎，咱们那叫不分胜负，好吧？来，鹏哥提问。我。哎，这是能看见吗？还是怎么着？你把白眼翻成这样。我这个人，他是干什么的？这个问题好，干什么的都有。研究。研究。他爱研究，他也喜欢研究别人，别人也喜欢研究他。又说得很明显吗？有点说多了。哦。太监。关键沈腾那个指着自己太监。而且声儿那会儿特细，太监。我们研究他，他也研究我们。这个可以往这儿靠靠。外星人。哇，你咋知道呢？他还是那个我说的那句话，可对，研究研究我们。他没猜出来呢。我这个还猜呀。我这个我见过他吗？你见过他，但他未必能见到你。文艺工作者。文，哦呦，范围已经给你框得很小了。真的，杨迪，你想想，长得跟你差不多的文艺工作者，全世界还能超出仨去。白凯南。白凯南被你损成啥样了？你得尊敬人家。沈腾。校草的颜值怎么可能险胜于你？这都不能喷气了，这咋把这个直接喷他脸。这个题你没偷到啊？没偷到。你刚刚是倪萍老师说我偷题吗？老师，这么简单题你都回答不上来，证明你没偷过题，是不是？影视演员。哦，影视演员，孙红雷、林永健。
快了。黄渤。耶！来来回回就这几个人骂了一通。你在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之后才说黄渤，你真的是太仗义了。这就是大师的风采。大师的风采。什么叫大师的风采？人都得罪完了还大。下一轮，花花、马东老师、邵刚老师。邵刚老师开始提问。这是个男的女的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啊，我问，我这是死的活的？都可以。它就是一个前世和来生的问题嘛，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了。你这个不分男女，我这不分死活，咱俩这怎么弄？我这一位他，美吗？美。他主要出现在什么什么地方？他又是都可以，真的都可以。我没见过他出现在任何场合。那了，我再补一个。我跟你讲，你甭管问什么，答案就是都可以。你是，我这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传说里的？其实我们也未必知道真实的答案。转过来我看看，都可以。每一个都可以，我都可以给你解释。对，都可以。你想到他要坑你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那一会儿再说。这个第一个字儿的汉语拼音的第一打头是？可以这么问吗？这样是不是太荒谬了？这位大哥，你是当我们傻是吗？啊，当我没问啊。也没人理你啊。这个称呼是80年代后出现的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80年代之前就有人这么称呼了啊！我知道了，什么时候？你说呀，知道了。奇葩，到这个还真是马上了，他是一个奇葩。我头上这位第一个字儿的第一个发音是 A B C D E F G 里面的吗？你是当我们傻吗？